成功。阿姨，恭喜哦！当初你给我拜托，希望我替你完成的愿望哦，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。我真想袂到，阮阿舅竟会当甲地管遮尼好个查某囡仔做伙。阮老公阿妈在天之灵哦，一定感觉足阿母个。秀敏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我甲你讲。我答应吼，金芳甲阮丽娟做伙，也是因为讲吼，伊无老爸老母啦，啊，歹势甲你讲这种话吼，啊，你阁无计较，是的啦。哎呦，袂啦，恁丽娟条件这么好呢，你无计较阮阿舅的背景，我这真正会甲你说多谢。哎，我是讲实在，即马吼，实在足介意哦，金芳这个囡仔呢。其实一开始我嘛咧烦恼啊，惊伊连人袂合。阿妈看过丽娟，啊，不过后来我看芳桂付出啦，啊，佮对阮阿母遮尼好，我都感觉足感动的。唉，我这世人的愿望吼，嘛用讲是最后的愿望啦，就是希望讲会当看到吼，阮丽娟嫁到一个吼真正疼惜伊的翁婿。啊，若剩以后我甚物代志拢袂记得了了，迄拢无要紧啦。阿母，你爱等丽娟生囡仔，你爱到处孙呢。是啊，阿姨，你会当做的代志阁足济。哦，我听金芳讲哦，你有去迄协会学做饼呢，哦，足厉害诶。嘛，无啥物厉害啦，啊，都人做啥，咱就缀人做啊，啊，学足济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啊，就一寡又阁拢袂记啊咧。不用啊，紧诶，紧去摕我吼做迄饼来，互秀敏食食。阿母啊，你回来啊，秀敏。啊，迄个敢若阿强嘞？阿强啊，啊，我今仔伫协会哦，有看到你呢。啊！你就是穿这身衫，对啊。阿母是不是看到我甲静文行做伙？嗯，我阁看到你吼，甲一个查某囡仔咧有讲有笑呢。迄不是我啦，阿母，你认错人啦。敢袂是不是？宝英，你边我食看卖啦，好。阿姨，我来说饼真好食呢。金芳甲我讲的时阵，我阁唔相信呢。真谢哦。嗯，我来试看卖。来来。哇，真正真好食呢。我阿母啊，有够厉害呢。嗯。强啊。嗯。啊，迄个人敢真正唔是你哈？阿母啊，食饼啦，莫阁想我啦，迄无重要。你吃就好啦。哎，阿姨，阿姨。哦，这饼真正足好食，你内面是掺啥哈？你甲我讲一下啦。啊，掺，嗯，啊，不转来啊，明仔无去陪伊。有啦，我有陪啦。啊，不过迄头痛到要死，起来哦，休困一下啦。食药也无较好。有啊。即马阿母哦，转来台北住，咱嘛应该哦，甲阿兄因轮流照顾才对啦。啊，不过我身体无好，睏眠嘛有问题，我是惊讲会睏过头啦。这你唔免烦恼啦。一早时哦，我负责就好啊。
轮到咱哦，不要不时阵，你较早转来煮，阿莫甲所有代志哦，拢等我收银啦，哈。我要有啦，迄金凤啊哦，要提亲啦。等迄日子哦，若确定的时阵，你嘛爱来呢。阿母哦，希望讲大家拢爱滴个。迄个关哦，甲金凤啊做伙敢会幸福？那是雷官哦，伊家己选的啦，好歹哦，伊家己拢爱承担啦。我是感觉迄警方哦无定性啦，啊无钱，啊无地位，啊根本就配袂起那雷官啊。我那家也讲过啊，伊阁唔愿意放弃。那是雷官教伊的，你就唔免去甲人看衰啦。非得哦，迄警方啊那来哦，咱就较欢喜的，莫叫阿母讲话啦。我知啦，我袂遮尔白目啦。阿强，啊，这个月开始吼，阮公司是大话啦，啊，转来煮饭的代志，是毋是会当吼，甲阿嫂参详一下？是要参详啥？啊，我创业绩啦，啊，想要趁钱哦，辛苦，就靠这几个月啦。我是想要拜托哦，请阿嫂多相共一下。无，我去甲阿兄参详啦，看敢会当调整一下。多谢啦，我嘛忝啊，我先休困啦。哈，我爷真安尼讲哦，啊，安尼我就安心啊。后摆咱日子吼，一定越来越好。嗯。对啦，啊，这边我转来，我看彩虹迄面色哦，哪遮歹啦？啊，是毋是身体倒位？无拄好，人无爽快啦，啊，常常吼头痛，啊，搁睏无好。啊，是毋是阿母这边转来啊？大家轮流照顾啊，伊搁咧无欢喜啊？莫安尼甲讲啦，啊，嘛有可能吼，也是欠钱压力造成的啦。压力上无，我看这边吼，一定嘛是假的，伊的演技你毋是无看过。是啊，我怕病，我去诚实的啦。是我陪你去给医生看的。阿强啊，因素也无歹意啦。紧啊！啊，有严重无？就是压力了，伤过大啦，会紧张、头痛，啊，睏袂好势啦。即摆哦，拢爱食迄爱睏药啊，才我倒睏的。啊，食爱睏药啊，会惯势呢。啊，尽量莫食就莫食啦。啊，你著叫伊心情啊保持轻松。彩虹啊，即马哪法度轻松啦？对啊，阿兄，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甲恁参详一下啦。迄凤后啊，即马人就无爽快，若是讲哦，搁要照顾阿母，我惊讲伊会较吃力。哎呀，伊人无爽快，都无要紧啊。啊，阿母我来照顾，伊有时间陪阿母开讲就好啊。是啊，安尼多谢你呢。啊，等凤后迄身体若有较好时阵哦。我一定会叫伊哦，甲大家弥补一下。啊，拢共一家伙啊，哪有需要弥补啥啦？你哦，加注意啊，彩虹的身体较重要。好啊，我阿兄啊，我就先去啊。好。水宝诶。你安尼哦，就真正是杨家中男新妇的气度。多谢阿老。唉，彩虹以前安尼唱歌歌，即马这尔落品呢。你感觉伊可怜咯？伊之前做这尔济失德代，我哪有可能会可怜伊啊？我就咧可怜阿强啦。你这叫做哦，嘴歹心肝好啦。啊，对啦。迄放假的日子吼，若是决定啊，你啊提早甲我讲哦。阿母讲要去阿兄遐洗头。厝内吼，真久无意思安尼，即摆吼，爱好好啊办嘞，互阿母欢喜。来，欣妹，大家。来，欣妹。啊，宋总，你今日心情真好哦，搁开一支威士忌。无啦，这是阮靠山的心情，不是我的。十八个出来，要变你妹赢伊的。
无定定哦，江总会比我熬饮吗？啊，拄则叫你来，你拢无来，无意思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讲你无闲，我稍等过啦。露露，你先陪宋总甲考生。好。啊，江总诶，连饮一杯酒诶时间都无，真正无好我面子呢。宋诶，啊，你敢对？江总诶，你先陪考生饮一杯啦。来啦，啊坐啦。啊，坐啦！你徛是要安怎啉？靠上只爱讲耍笑，我陪你啉。啊，不过我今日身体无啥爽快，袂当啉酒侪啊。无问题，好打哦。嗯。干爽会水开啊！来来来，坐遐去，放起来，放起来。来。你嘛为着遐阿台人客啊，啊你身体遮济咧。再看到你，我就过来。嗯，我先来吃药。好，进去。赞啦，江总的酒量好，靠啥你输啊啦！啊，输哦，江总的这个美女吼，我嘛欢喜啦。我刚刚看到伊吼，就忙输输啊呢。你想坐啊？我无舒服。手放开啊！哎，啊，你想啊？你冇你去听。我想，我人家小妹。你是来乱的你啦！乱啥？你妈！他这么冲啥？你对海外人客？是一心就买，你看得出来啊！一心买你妈呀！你妈！阿公阿公，什么代志？哇！这你那屁哦，下酒干那熬冻啦！啊，我酒干痛呀，怎啊处理？孙姐，伊要对妈咪无礼貌啦！我看你的手抓够好好啊！什么好好？哦，够痛的啦！哦，我痛。好，咱去病验伤。你若是受伤，我负责。若无伤，我就甲你拍到受伤。今仔日大家拢认罪啊！出一个意外，我甲大家回失嘞。后盖我请大家赔罪。赔什么罪啊？这只猪狗就是欠打啦！你这是……是啊，你先带你蒙回去。我唔准你走啦！今日无我坐家，我着。你着安怎？安怎？讲啊！饮酒着饮酒，脚来手来，乡头鸡娘呢？真正是有够白目呢！就是你唔对，我无可能把酒敬敬，快去给人欺负你啊！我自然有办法，拄好就这人客，你唔免烦恼。拜托嘞，伊就小弟哥算什么人客啊？伊根本无资格入来咱蒙酒吧。就是因为你个性这么冲动，我才袂喝你阿店的。今麦爸爸无伫嘞，我林家小妹就义务爱保护你。卖卡袂着就甲林家小妹搬出来，你这种个性爱改，你今麦怕人出代志，无人会当替你受伤。妈咪，爸爸敢有同意你开酒吧？伊无意见。伊是毋是因为你开酒吧，所以甲你离婚呢？你无。妈咪，是的啦，我拄则无应该讲迄种话。你以后别再来店的，你别烦恼妈咪，我会照顾自己，你顺一个保护我。爸爸之前同意让你开酒吧，应该是伊感觉伊会当保护你。啊，即摆爸爸无伫咧，公司的少年仔嘛无剩几个，我爱代替爸爸保护你。我知影，你想要保护我，我嘛想要保护你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带我有我烦恼的。你若是受伤，我咪当向你爸交代。阿咪，爸爸回来进前，咱拢爱平安，袂当注意我。
安尼就莫搁了代志啊，好无？嗯。妈咪，遐个人敢搁会去找你的麻烦？我甲恁顺一个处理，你免烦恼。那是爸爸爹就好啊，对方根本不敢来欺负你啊。袂当啉这个头的，头家啉。你先去休困。是。饮啉会较好困啊。啥？你哪会搁走倒来啊？我敢袂当来关心一下。你讲讲的就转去啊。我真正都头壳疼的，你忙起来就出手拍啦，还搁拍着上床的人客。啊，拍就拍，无变安怎？你忙嘛无唔对啦。是对方哦，先对你无礼貌啊！伊也莫搁会来店的，伊搁细汉，店的代志伊无法度理解。迄宋总明明知影你是豪哥的太太，啊，搁让伊朋友对你安尼卡来手来，迄风拍哦是无冤枉的啦。开门做生意，难免会拄着拗客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嘛无必要去做甲去让欺负啊。那柠檬出去哦，嘛是为着要保护你啊。我唔免伊保护，伊也袂当让伊想要创啥就创啥。以前阿豪是，我即摆一定甲伊改过来。这改是爱改啦，啊，不过嘛袂当伤过。啊，伊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思念豪哥。是嘞啦，是我较含慢讲话。你讲的嘛无唔对。伊是唔甘妈咪，嘛伫思念爸爸，想袂到你这样体贴。伊还敢有食？有啦。安尼就好，这绝对袂当骗我。你紧收收的，赶紧回去休困，我先来走。好。别再偷邻居啊！做甲比我搁较好，搁紧搁清气。阿姆，恁家的人拢足敖讲好听话，甲咱鼓励呢。我讲的是真的啦。莫影，你哪会过来？啊，亚萍，啊，都你忙敲电话给我啦。伊讲你即摆吼，拢伫店内咧无闲，啊，厝内底拢伊咧病，伊就希望我过来检查，啊嘛顺续来甲咱解决。你唔通安尼啦。报应即摆无用，阿斌工地的代志，你莫耽误人的时间。袂啦，来一下尔，无开偌济时间。歹势啊，这囡仔就是安尼，想要做啥，就爱大家配合伊。伊嘛是想要来你分担啊，足乖。对啊，妈咪，阿姆讲我即摆做了，足好诶，真正足好诶呢。喂，欣桐姐姐，哈？顺杰今日无倒去病院复诊，好，交我来处理。顺杰，你伫倒位？今晚马上去林家边，莫让我等哦。
妈咪，我今晚要去林家边啦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，等我转来再搁讲。就过就过。哇，今晚林檬讲话迄骨髓吼，愈来愈像一个大指头啊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袂过。就问伊拢是苦天，我心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，心痛的路。孙大。啊！你哪会这么早就来林家边啊？林檬约我来啊！啊，敢有酒？那美女嘛饮酒。你安尼怪饮酒？啊，无饮酒要饮啥？来到林家边啊！你是唔通袂记哩？你即马伫底呢？阮这无任何有酒精饮料啦，来唔对所在啊！你是讲啥啦？你这酒味哦，是唔通阮肚底闻到？你知无啦？哈！哦，快点！回来啊！你敢唔知啊？你知影回来。我袂记啊！我看你是故意的。欣桐姐姐打电话给我，我甲伊讲你伫家啦，伊已经要来啊。你叫伊来？对啊，伊甲我讲，不如请医生甲你讲。伊讲你的医生今仔日有门诊啊，爱你去。我要先走。不准走。迄护理师有够扯，佮有够啰嗦的，我无法度啦。啊，你就是欠人念啊！顺台，你先讲啥？欣桐是天使呢，伊这么温柔，哪有错啦？林某，你就先放我过啊，我会乖乖去回诊啊。你就先放苏姐过去。即马去。我昨昏有饮酒啦，袂当检查。啊，你倒是敢无饮酒啦？西，你头到门口。嗯。欣桐姐姐要来啊，袂当苏姐走去。你安尼就对啊啦，大家拢就烦恼你的身体健康的呢，哈。林某，嗯，帮顺姐泡一杯咖啡。这我同意啦。对啦，啉咖啡啦，莫啉酒啦，哈，顺大。欣桐，阿丽来啊。哦。欣桐来啊。欣桐。不啦，顺大，要紧，来走起。好呀，顺大。哦哟。无啦，伊甲我骗嘞！我这么单纯的人，我无伊的法啦。哎呀，即马要安怎啦？欣桐姐姐搁爱烦恼纯洁啦。欣桐会烦恼伊。喂，欣桐姐姐，纯洁走去啦。对啊，有屎有个白卡。熊哥，啊，是啥物重要的代志？啊，搁我你安尼哦，专工走一撮。来，恁是毋是要甲阿红因某合作？啊，因人阿婆进前哦，捌做过土地开发，恁知无？我是要甲恁建议讲哦，咱这公路里这社区哦，老社区，啊，可能有想要甲联络起来哦，甲咱这社区做渡根。熊哥。啊！你之前毋就讲过，啊，讲真侪建商哦，拢来找你讲啊，啊，已经讲二十多年，拢讲无成，即摆敢有办法？不对，拄跟这个物件，就毋是讲哦，随讲随做。重点是你讲哦，咱先想啊，甲咱这厝边隔壁到咱这块这亲戚外侪朋友，甲咱这厝边问看啊，看大家意愿如何啊，是毋是？之前我抢了一个无耐性，啊，他讲无两句，咱做人走。真正伊的特色应该是有拄到一寡阻碍啦，阻碍是免不了的啦。我唔知你讲吼，你是一个长期的计划，对不？啊，等你若讲煞的时阵，你这供电公司这有基础，啊嘛有一定的规模，做都根本无问题。听上过讲啊这轻松，咱今仔真正会当成立一间建设公司，甲这地做起来呢？唔过哦。咱即卖人拢咧无闲去电厂，脚手无够啊！哎呦，
电厂先生爱去，我敢讲叫恁莫去舞电厂的代志，先生爱去舞啊。啊，若咱咧舞电厂的时阵，如果你讲过了，甲咱即寡大家咧沟通一下，互伊顺利完成，啊，这互相无冲突啊，是不是？拄跟我甲斌哥是捌做过啦，会当研究看卖啊。是讲，上哥你对阮这么有信心，我愿意试看卖。有信心上重要。我甲王爷讲哦，咱会愈来愈顺。哇，真正有够灵性嘞！小哥，小哥，之前遐建商拢讲袂成，是安怎？你认为我甲斌哥，阮无问题啊？你听我讲，若建商来咱家要做拄根，伊目的是为了啥？趁钱。啊，趁钱咱嘛着爱，但是呢，咱也是为了咱家己的社区哦，迄个欢迎要发展，这我对你呢有信心。是讲咱这社区哦，哪要拄根？迄个哦，做他们的阿庆啊，应该上歹去谈。所以我唔知你讲哦，长期计划每一户，拢讲啊，大家欢喜，好为了咱社区发展。哎呀，你们得，你们得。我才无要登记白，什么天使小姐，根本就是麻烦小妞。这台车是你的啊？我先忙，你把这两台刷出来。哦，我来。你哪有困难啊？我来啊。哎，你莫出来，今麦状况不好呢。啊，无出来是要安怎刷？喂，创啥？偷看车哦？恁两个把车擦安尼，是叫人要安怎看呐？听你放屁！我人若无来哦，车已经无去啊啦。歹势啦，真正是因为我的车卡伫咧中诶，我才会刷恁的车。我即摆随甲刷转来，歹势。等者等者，这顺序安怎哈？是毋是花掉啊？赔钱！原本就有迄顺好无？我为虾米爱赔钱啊？哎呦，真巧，这我介意。哎呦，那个歹干！总是啦，你若敢对我袂来，我就对你下劲，放手啊！你有要紧无？敢甲我拍你？拍伊一寡假死，拍伊死！我死！你今仔早都没叫我上班！我死！看住来！拍伊死！别再拍啦！别再拍啦！娘啊！别再拍啦！快！啊！走！快点，麦克怕了，麦克怕了！赶紧，进来走啊！你话紧吗？我来去陪你。我不会。我陪你去，今仔日去陪。我不会。才昏去啊！你唔知影阮偌紧张咧。孙姐，你手乌青哦，是毋是拄到足厉害的人，还是对方找足侪人啊？啊无你哪有可能互人拍、啊？郭先生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才会去互人拍。啊，着我的奥多拜去互另外两台奥多拜夹掉的，啊，郭先生替我刷车，结果迄两个车主拄好来。因就误会，讲阮是要偷看车，就起冲突啦，所以才害郭先生受伤。因两个废胎根本就欠拍，我无代志啦，免烦恼。哇，安尼算英雄救美呢？孙大，你竟然晓这招？袂歹哦，你是咧讲啥？
我是拄好经过，啊，看伊乌托邦牵袂出来，还顺耍甲斗三工尔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伫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袂过。这每日拢是苦天，我心我将心出发，开始做阵行。你算英雄救美呢，孙大，你竟然好一招，袂歹哦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是拄好经过，啊，看伊乌托邦牵袂出来，还顺耍甲斗三工尔。什么咧顺耍？你莫当作你孙大，啊，逐项代志拢顺耍好无？天鼠小姐有难，你都要专工甲斗三工啊！啊，迄两个拄着你算因衰啦。你真正袂歹呢，啊，孙大。莫讲什么天使啊，我就是看伊两个袂顺眼。你一定是专门替欣桐姐姐出手的哈，家己学了一个赞啦！好啦，我无代志啊，你当走啊，恁大家拢转去。你袂当走，你爱等医生来检查，我规定你嘛爱回诊啊。对啊，孙姐，你已经到病院啦，就免想要走。你有答应我，一定会准时回诊。对啦，郭先生，孙姐较乖啦。阮婿有交代了，一定要你予医生看，知无啦？啊？阮有三个人哦，你走袂去啦。恁两个是毋免顾着是？无恁先转去啦，我留落来顾着好。伊若是敢胡白乱来，我就请我同侪斗相共。我这是犯人是不是？你是哦，因为你无乖，欣桐姐姐超烦恼你的，你莫造成人麻烦啦。好啦，阿无安尼啦，我来顾啦，我查甫会较方便啦，吼。哎呀，才有欣桐姐姐啊，你啥物拢袂晓，伫只创啥啦？行啦。袂用啊，伊就够乖。哎呀，点点啦。点点。孙大。孙姐，就拜托欣桐姐姐吼，点点啦。孙大还在保重哦，吼，爱给你看医生哦。你的头壳敢搁会疼？袂啦，你搞安怎？有你替我动的，我无代志，多谢。你着乖乖留伫遐病院，等医生做完检查才搁讲。即摆随叫伊过来，我无迄个美国时间伫遮等。也毋去，紧啊！身体愈来愈歹呢，你现在连对付两个肉卡拢会受伤呢。你外国家己身体硬要拍，应该叫警察才对。我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找出来啦。等，你找出来创啊？请伊食饭哦，啊？啊，之前被人欺负，一通电话顺着调来啊，今麦也顺着被人欺负，我绝对袂得记点点啊。放心啦，伊家己妥啦，免你处理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咧想遐有诶无诶啦。你若无说咧出啥物代志，安尼你妈咪是要哪？我着烦恼顺姐身体啊。爸爸甲伊问，伊拢讲无代志。毋是讲要开刀，即卖嘛拢无啥无事啊。真正毋知影，伊到底在想啥？身体着伊家己诶，伊无爱，咱无伊诶话吼。袂用得啦，万一阮爸爸回来知影孙姐安尼，一定会足生气啦。即马只有一个人会当甲处理。谁啊？阮婿啊？毋是。你莫甲我讲是你哦。哎呦，孙姐是足听话，无代表我会当甲处理。啊？阿爸，佫有谁？雷梦啊，你莫学微博的哦，雷梦。你是搞对的，是要创啥？你恐吓医生，让你出院，我一定要看到你回去休困，我才会当安心。你住倒？恁即马护理师佫有送到家服务啊。我知影你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的，我袂佫看到你出代志。我无代志啊，
我希望你等跟我回去病院接受治疗。行啦。奇怪，啊，恁病院是欠业绩哦，一直催我回去。我跟你讲，阮做兄弟哦，不是打人就是防拍。啊，这老伙受伤本来就是人死无人命，安尼就要住院，要防笑死。你若健康，不管你是要打人还是防人拍，迄拢是你家己的代志。不过你即摆有脑血管了，你就是病人，就无应该甲别人起冲突。兄弟也要做到安尼哦，规气包包转去了。你这样无爱惜家己的性命，若真正出代志，恁厝内人敢袂艰苦？自从我做兄弟一刚开始，逐天出门我就无想过会当平安转去。迄条瘤要抓在我头壳内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啊，伊若乖乖，大家平安无代志；伊若要发作，我嘛只好认命。这明明就是用治疗的病。你偏偏放咧无爱管，你那对家己身体遐尔无负责任哈？那无要安怎？我喂，是吧？好，林嘉宾，我随过。我要去找阮嫂啊，你会当当便宜啊？还是要对我到什么时阵啊？怎么对？等你看到顺姐，你好好甲伊教死啦！伊拢爱要骗咱，啥话拢无爱听，无爱插我，真毋是款。好啊，连耍呗，好我清静一下好无？啊，人就烦恼顺姐嘛。欣桐姐姐嘛来啊！欣桐，你哪会甲顺大做伙来啊？啊，郭先生硬要出院，我就甲对调。顺姐，我嘛没催你。是啊。在。欣桐，你好出。多谢你陪人顺做伙过来。袂啦，我嘛是真烦恼郭先生，伊应该继续留咧住。你今麦是安怎？医生叫你转院，你硬要出院，你当初是安怎讲的？你讲完乖乖接受治疗，啊结果嘞，我爱开刀，去到老外跟人相拍，你真正是欠骂。不是我爱相拍，是恁两个配套根本就欠骂。郭先生是为着要保护我，伊才会跟人相拍受伤的。伊安尼是张超人的救火。妈咪，顺家去开刀啦，袂当有迄种不定时炸弹伫头壳内底啊，安尼大家拢会足烦恼的。过这么多年啊，拢无代志，就莫搁去甲叮当。啊，若甲叮当着，伊那所有毋是假害。过遐尔啊侪年无代志，还是因为你幸运，你一定爱开刀，安尼才会好啊，啊无会去危险的呢。我无爱。你无爱嘛就爱，这种性命关天的代志，啊莫甲伊按去。对啦，顺大，你真正是，拜托你去好无？欸，你是无看到，你一天无去，大家拢在咧烦恼呢。你较好心的啦，我免你管。顺姐，你即摆是我的亲人诶，啊爸爸无伫咧啊，我袂当无管你啦。啊，万一我若去开刀，你甲柠檬有险，啥物甲你保护啊？阮会安全，毋免你烦恼，先去开刀就对啊。嫂，毋是我无要听你的话啦，是即个时机，我无可能去开刀啦。你莫阁甲我对咧，其他的人拢莫。阿顺，你搞懂诶？顺大，哎，顺大，哎，你买咧，哎，我开做有尊度啥？搁即间干阿你阿代志，真正是好气死。林姐，郭先生真正是为着要保护我，伊毋是超过伊其他代志。欣桐姐姐，莫太顺着讲话啦，伊就是讲袂听。我看哦，即马全世界拢无伊诶法啦。叫伊去开刀，袂输爱伊命同款。柠檬，我今日咱家己食来。好啊。郭先生叫我，我应该来好好说多谢，啊你头下联络，安尼较紧。嗯，阿妈甲孙姐传予你，你家己甲伊联络啊。多谢。
恁沈姐这么搞怪，还是让欣桐姐姐去处理就好了。我了解阿顺的顾虑，原本嘛无想要避伊开刀，啊，不过我看伊最近常常咧头痛，一直吃药啊，我真正就烦恼的。先啊，阿伯，你搁去甲阿顺阿靠扛一下啦。嗯，好，我即摆随去。亚萍，亚萍，你若是有时间，麻烦你去宾馆遐等我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放心啦，我想阿孙应该会听先来话。因几个结拜兄弟，拢足固执，别人讲的话拢听袂入去。啊，不过柠檬甲阿孙感情这么好，我惊阿孙若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你先莫安尼乌白想啦，把心情放好轻松。豪哥今嘛无伫个，柠檬阁需要你陪伴呢。我的心灵像冬天。当地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会过。这每日拢是苦天，我心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你先莫安尼乌白想啦，把心情放好轻松。豪哥今嘛无伫个，柠檬阁需要你陪伴呢。我等到感觉是柠檬你陪伴我。若不是有伊，我真正不知影日子要安怎过。阿平，我知，你唔免烦恼，为了柠檬，我一定会尽做。你即马心情嘛无好啊，你为着囡仔的代志辛苦这么久啊，趁即马有闲，你就甲耀哥出去行行的，甲心放好开，无得甲囡仔就来啊。现在即马就烦恼你，阿妈烦恼柠檬，阿孙佫发生这种代志，伊哪有可能甲心放好开，跟我出去行行？要跟伊甲阮斗相共就济啊！我甲仙啊，甲你甲柠檬拢当作是阮的亲人共款，咱一定爱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。我相信所有的问题哦，一定真紧拢会当解决的。啊，对啦，我听仙啊讲哦，你即马要甲因合作，啊，你阁有酒吧爱顾呢，你安尼敢有法度困哈？自从阿豪离开了，我逐工拢困袂去。医生有开安眠药给我，啊，不过我唔敢食。会当卖食，上好是卖食啦。啊，不过你拢安尼无困，你身体嘛不好啊。我今日食药了后，柠檬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也爬袂起来。我即马就是予家己，逐工拢足无用的，啊，听讲什么拢无法度想，安尼就会当困啊。你安尼根本就无法度好好照顾柠檬，啊，你家己身体嘛袂堪的啊，安尼阮就足烦恼的呢。好啦，我知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绝对愿比你较久，看你安怎死。我若比你较早走，都要麻烦你照顾你嫂啊，也够了。爱杰，你讲你绝对会活比我过较久。来病院看过，伊讲伊也较早走，就拜托我照顾嫂啊，甲柠檬。啊，即马豪哥无落海啊，唔知是生也是死。这刀若开落，出啥物问题，我对不起豪哥。亚平、柠檬，还佫有你，我拢会照顾。照顾。你就别再睡了，我没想要拖累你。你说这种话，
敢有把我当作是恁大？你唔知影我甲豪哥讲过啥物话？我甲讲，我一定会活比伊较久，我就是要看伊安怎死。我老公，豪哥交代我的话，就算讲我会死，我一定会干，做个。像我听起来，你是要用死来刀劈阿豪交代乎你的责任？阿豪唔捌怪你，一直把你当作是同好兄弟，而且还拜托你替伊照顾伊的母子。你若无想要违背你对阿豪的约束，你都要好好活落去。不管开刀成功的机会有偌济，你拢要好好把握。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。我捌讲过，我要尊重你的想法。要不过我嘛讲过，是要看到你娶某生囝，这个期待犹原还搁伫。我希望你好好想看卖。熟悉你二十几年。唔捌看你，有著啥物人改变过？我就是我，无需要为任何人改变。为著所爱的人改变，是真幸福的代志。妖哥，我无法度体会这种感觉。我听讲，你有两个唔正经拍，敢安怎？哎，不要紧啊。那若不是要保护那个护理师，那两个白目的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那你看你出手，跟无熟的人斗相共。我是无熟啊，啊，不过甲恁足熟的，啊，嘛是大嫂的厝卡，甲斗相共哦，嘛是应该。你若真正想要甲斗相共，就莫替伊惹麻烦，可以继续做伊护理师的工作。你要答应我，身体若出问题，就会等于便宜。若是你即马做袂到，我袂阁尊重你，我用压的。买个你阿登一杯。哦，我会好好活嘞，至少活到豪哥回来。阿豪若回来，伊就加一个人爱关心。你更加爱好好活嘞。康总诶，你放心啦。阿孙啊吼，以后拢真尊重阿贤啦，阿贤啊讲的话吼，伊应该会听啦。上好是安尼，阿无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人咧做吼，天咧看，迄有情有义的人吼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拢会给伊上好的安排。阿孙刚有答应要开刀啊？啊，以前咱大家拢真关心伊啊。要唔可以讲，伊有伊的顾虑。有啥物顾虑比家己的性命更加重要？有答应我，人若无爽快，伊会随等去病院。暂时先安尼处理啦。而且开脑是大刀的，咱要尊重伊本人的意愿，袂当甲勉强。好啦，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我随家来去病院。哎，雪啊。啊！你找工作的来，是不是要讲建设公司的代志啊？地震了啊，有真侪人佫开始讨论老旧住宅安全问题。上古是给咱建议啦，会当为都更之地来开始发展。配合政府的政策，老旧住宅若是都更，安尼大家唔然有兴趣当大，房地产的介绍卖起起来。上古是来真有眼光的哦。这市场即马足大个，咱若是甲口碑做起来，咱以后案件就接袂完啊。对啦，我看真侪人哦，伫建都更案哦，拢会先选建商，迄无一百分的厝，只有吼轻负债的建商。亚斌，这方面你较有研究，你看应该为对开始啊。
土地地点歹水，像我是我捷运搁有一挂重大建设，安尼就代表这个所在有增值优势。啊，那是以阮这个社区来讲吼，为强的吼行出去迄片，您感觉啥款啊？我是吼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，啊，社区内面大大小小的代志吼，我拢做清楚的。而且吼，咱阁有上过做咱的顾问啊，咱也是为咱的社区吼开始落去进行，应该会较顺利。嗯，迄片有够大，而且附近的生活机能嘛袂歹。哎，亚萍啊，我甲苹果较无经验啊，无你先苹果看卖。好啊，无问题，交我来处理。我先去查法规甲资料，再来甲恁讨论。啊，若是有需要，你社区的资料你先甲我讲。一步一步来啦，拄根哦，就是需要时间跟耐心。细节确实少些，我先甲资料准备好些，大家再来研究。王爷在上，新入江亚平，甲李守善、杨志斌作为合作建设公司，替地方做杜根，造福乡里。希望王爷会当保庇一切顺利。占地就大，若是会当讲落来，一定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安尼盛豪集团唔但会当延续下来，甚至可能会发展到比以前更加好。律师刚收到钱啊，收到啊，律师公也随去处理。我敢那一点要求，江亚平送给遐资料。绝对袂当当作是对我起诉的证据。我知，律师哦，一定尽力达成老师的要求啊。不是尽力，是一定爱。律师若是无得给我这个保证，马上甲换掉。是。啊，阁有啊，你替我订机票，我要等去美国去做。老师，你讲我拍算什么时阵要等来台湾？即卖用你这资金，拢袂停袂谈。拢是因为盛豪招待，太稳当，不爱跟我来往啊！我等去美国，下我都摕着钱啊。等我个钱存好，我都会回来。那呢，是不是要通知少年党的啊？免啦，免啦。你去处理我交代的代志咯。是。去了两三百遍啊，目睭客气哦，我嘛想滴。嗯，迄天我才甲项羽、尚咖啡豆啊、阿青姨啊，伊啉这么紧哦。因店的够足侪咖啡豆，啊，我去的时阵哦，伊就讲哦，啊，哪会拢是你来尚咖啡豆？你阿伯是无用尚。对哦，我甲项羽去，伊嘛问同款问题。啊，要紧啦，啊，阮婿拢去结婚啦，伊阁无死心。啥物无死心？莫问你会惊啦，你先通白目去问阮小兵哦。好啦，这咖啡冲好，就去予迄个柯桂明啦。哦，好。柯桂兄，你看麦。
好林宝。苦啊！是你心内苦，还是这咖啡苦啊？拢就苦的。咖啡就苦。伊哦，心内苦啦，啊，啉啥拢就苦的。唔知，你冲咖啡啦？讲。阿弟啊，你真正唔免为着金丹甲阮之间的关系伤脑筋啦，啊，无啥物好为难的啊，对无？哎，你哦，就徛伫正义迄边就对啊啦。为滴，你只是一个勇主，也毋是清晰的啊。哎，你敢会当保证？迄金丹伫最后为着要自保，就甲你出卖呢啊？哦，洪公，我等去甲阮爸斗三工，安尼敢就叫做无正义？无啊，哎。伊拢是利用公司咧做歹代志呢，啊！若公司出问题，你毋得替伊擦脚床啊！到时你毋着对咧做歹代志啊！啊！毋过我自细汉到大，阮爸万捌叫我去做过歹代志啊！啊无，啊无你甲讲啊，你想要甲公司处理掉，看伊要想要安怎啦吼？伊若同意，你就去接公司，然后甲公司收掉啦。哎，我你讲，辉弟哦，迄公司哦，想要转嫁到，迄是真困难的啦。阮爸对我有养有之恩，我无法度待伊袂清。啊，不过我嘛袂当对不起苏三哥，非得我即摆徛伫倒一边，拢唔对。成功哥哥，我会当了解啦。啊，你找囡仔，你是了解啥？啊，阮爸爸尽情处理代志嘛是安尼啊，若是拄到两边拢有交情，啊，佮两边拢无法度处理完满，安尼两边都莫管。其实拢卖管，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呢。哦，兄弟安尼啦，你跟我去工地拍日头啊，啊，家己做甲真忝，忝甲无法度想代志，安尼哦，你就袂阁去烦恼啊，哦。这代志若有遮尔简单就好啊啦。啊，不过我即摆上烦恼的是哦，即摆加分哦，四个拢找无人。啊，到即摆阁完全无消无息哦。想听过去的同事讲哦。叫人家伫高雄，安尼你著去高雄找伊啊！至少你阁有听讲伊伫高雄，啊，无像阮爸爸，伊真也是无消无息。哎，好啦，我无代志啦，我会乖乖等伊转来。对啦，林梦哦，讲了有道理啦，有找的至少有机会。安娜，要紧哦，爸，成功啊！爸爸怕算要离开台湾一段时间了。唉，这届代志哦，我的资金拢卡死死的，我必须回去美国。处理钱的代志，你著趁这个时间，就好好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要回来跟我斗相共？我爸爸会当赶紧退休。啊，无你甲讲啊，你想要甲公司处理掉，看伊要想要安怎啦吼？伊若同意，你就去接公司，然后甲公司收掉啦。好啦，爸，假使。你若愿意放手，莫感谢我做的任何决定，还佫有，莫阁伤害我的朋友，安尼，这下代志我一定好好考虑。咱爸个感情，佮你的朋友拢袂比钱。爸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无愿意哦，看到你伤害别人，嘛无愿意看到别人伤害你，唔才提出这个条件。成功啊，你的心情。我会当体会，啊，不过你也了解吼，是你就活在讲道理的，哦，心者为荣，败者为耻，敢赢的人才是对的。我都无想要为着也去伤害别人啊。那这个代志，你看你啊，加官加款款，
迄就是因为我想要看你安怎解决即届的危机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还是伤过感情用事啦，拢不知道要安怎冷静处理代志。爸，我当然会当用你教的方式去处理代志。啊，不过这对我来讲，不是解决问题啊，反倒是制造更多问题。安尼看问题角度也是无够悬啦。啊，无这嘛袂当怪你啦。自细汉我就教你爱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代志，这造成你即马遐尔注重是非黑白。爸，注重黑白是非有啥唔对？卡出这个世界啊，大家拢无分是非黑白，安尼甲动物啥无共？这人本来就是动物啦，啊，大吃细，强体弱，这是自然的代志呢。你若有钱，你若有能力，你都会当享受一切。啊，就摕你教伊的教训来讲，你若较早听爸爸的话，哦，接受爸爸的帮助，赶紧把你的事业做起来。啊，即卖唔是咧钓全家分的，是十个全家分咧钓你的。爸，加分袂用即款标准去选择你要甲谁做伙。哦，啊，伊当初是想要跟郑德龙做伙，敢毋是第一届当替因兜行钱？爸，你莫用你的想法去判断加分好无？哦，好啦好啦，该讲的我拢讲了。哦，今日找你出来，主要就是要甲你讲，我要等你美国的代志。啊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考虑爸爸讲的话。唉，成功啊！好好照顾你家己啊！老人好需要，打电话阿明。这是你要爱杜根的资料。嗯。上新的法规里头。第几遍？孙端。曹斌，你先去无影。是。你唔伫出来休困，搁再来遮要创啥？啊！柠檬进前拍人客，我惊有人会来了麻烦啊。即嘛是阮恁烦恼哩。我着好好无代志啊。对啦。嫂，啊，你讲无因公司的代志，啊，酒吧的工课哦，你着交好我啦。啊，你会当较早转去陪柠檬啊。即嘛柠檬较敏感。你就要加注意伊的心情啦。安尼，你敢要考虑阮替你烦恼的心情？嫂，你就莫阁甲我亏啊啦。好啦，我会加注意你嘛。阿顺，你之前是毋是替阿豪处理过杜干的代志？有啊，啊，不过拢是爱用母的处理才有法度啊。即摆我要甲姚哥阿斌合作，袂当阁用以前的手段。爱用正当的方式处理，不过有一挂做法真过分，迄若是无用武的，会真歹瞧。是啊，啊恁即马是拍算要做倒一区的杜根啊？要跟伊社区，伫江岸对面迄边。我知影姚哥无想要用这款方式啦，啊嘛唔是袂用钱，啊只是哦会较麻烦。迄若是拄到迄种哦较搞怪的。啊，舅母的，迄目的靠，会去影响到已经讲好了。你讲的我拢了解，
啊，不过耀哥甲阿斌甲社区厝边头尾拢足熟，而且阿斌阁是社区发展理事长，代志应该会较顺利。到时要开会讨论的时阵，你做伙来，甲这妹妹哥哥拢甲因讲。无问题啊，嫂，我来啊吼，你着较早转去休困啊。啊，若是有你的人客，我才甲你通知啊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袂过。就为你拢是苦天，我心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张副总，多谢你请饭啦，好你泡水啊。没了没了，请坐请坐。静雯，哎，坐坐坐。老师啊。来来来。来。我今日主要吼，是想要进一步甲您合作。我打算逐个月甲你今日只。固定进额度的货，啊，品项内容由静雯来去搭配。李经理，你看安怎？有一摊谈，当然无问题啊。我只请静雯吼，将产品处理好势，提供给张副总啊。张副总，你若是有啥物问题哦，拢会当直接问我。好，安尼就祝咱即个合作顺利。静雯，哎，请啊，请啊！啊，谢谢。哎，好了，静雯，这个好吃，来，多谢，多谢。你看一下这不？来来来，多谢。我差不多啊，袂当再啉啊。来，给你一杯，我替你啉。哇，来保重起来哈！啊，静雯，来来来，来，啊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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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副总，啊，恁头头用啊，我去洗澡先坐。刚刚我扶你去。别紧别紧，你坐你坐。静雯，迄张副总安尼卡来手来，你袂生气哦？无法度啊，做生意哦，就爱忍耐。袂当有经理哦，歹做人。啊，等下张副总回来吼，你想办法，让伊每个月进100万的货，安尼我会当给你业绩奖金。好，多谢经理。迄张副总应该真介意你呢。迄拢是应酬啦，把业绩做起来哦，较重要。袂歹哦，你真捌说明呢。对，张副总，唔知贵公司拍算一个月要进偌济货啊？静雯，你感觉偌济较好？阮经理哦，有权限呐，若是逐个月哦超过150万哦，就会当摕到折扣价哦。150万哦。拄则我讲100万，想袂到静雯竟然讲150万。张副总，你慢慢啊考虑，无要紧啊，你无一定爱即马做决定啊。来，我敬你。
块一百万，好不好？这爱看阮经理的决定。哎呦，迄张副总哦，真阿杀哩，俊文，咱来见张副总，哈，来来，多谢。张副总啊，你买白兰地酒啦，吃几个菜，来，安尼哦，较袂伤胃哦。拄只吼，看你啉袂少，拢无啉酒醉啦。你酒量真好哦。你以前是做啥物诶？竟然会当吼，甲迄张副总按来遮尔好势。我较早是做电访人员，电访人员哦，爱用真侪方法，互客户听我介绍产品，可能是因为安尼，才会当按来张副总。我本地吼，爱你讲一百万咧。你哪会开嘴就一百五十万？我想讲开一百万，张副总一定会花个，规气哦，也开一百五十万可以花，安尼才会当达成经理的目标。真好，以后咱就好好合作。你放心，我绝对吼会亏待你的。多谢经理，我先接一下电话。喂。我拄只甲客户佮有经理做伙食饭啊，有啉酒。我等下哦，就甲经理做伙转去啊。好，转去哦，较早休困嘞。好，你嘛是，拜拜。安娜是男朋友哦？唔是啦，是一个对我真好的大哥。啊，对你这样关心，应该唔是大哥这样简单吧？伊有意思，要留我。安尼人品安怎？人真故意，嘛对我真关心。我做业务这么侪年哦，迄个故意的人我看真侪啦。林刚，你揣出来，我替你鉴定一下。好，多谢经理。经理，我送你去坐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转去就好啊。你嘛赶紧转去，哈。好。希望会当赶紧失手，照经理讲的，我摕八折，八客户九折，安尼哦，就利润坦坦，我一定要加油。伊甚至人无爽快，无法度接电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太多了。不好意思。不管怎，伊拢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的，而且阮都不老火，还要安怎？夏北北护理师，真正足烦的。喂，你好，我心彤。啊，心彤姐姐，什么代志？你敢不知影郭先生住伫个倒？我卡苦了通电话，伊拢无人接。啊，伊今日有受伤，我惊会出什么意外。这是不是在睡啊？不过我真正卡过路通呢，伊若是真正在睡，应该给我吵起来才对啊。伊敢是一个人住？敢有甲女朋友住做伙？孙杰无女朋友啊，伊是一个人住。安尼，伊若是身体无爽快，边仔就无人甲伊斗注意啊。
你先莫紧张啦，我先卡互伊看卖。哥都安怎讲吼？伊拢是因为我才会受伤的，我有责任。哦，顺杰可能是有代志耽误着啦，啊，才会无接你的电话。安尼，你替我联络看卖，我等你的电话哦。好，好，多谢。都是你，啊！你袂烦哦。喂，林某，什么代志？就定来代志。你伫倒位？阿弟叔。啊！你是超工搞我吓惊是？我无要甲你吓惊，我是真正有足重要代志要甲你讲啦。哎，欣桐姐姐打电话给你，你拢无接，你为虾米无爱接人电话？人是关心你啊，关心你是毋是有乖乖食药啊？结果你拢无接电话，害人烦恼甲打电话来问我。啊，伊是有虾米好烦恼的啊？啊，你著甲伊讲我无代志就好啊。你著甲你家己讲啊。我唔知影要甲伊讲啥。哎呀，人问你啥，你就应啥，敢有这么困难？我，顺杰，你伫倒位？敢有伫厝？我伫咧店内啦。店阁有人客啊？啊，阁有一道还袂走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联络着你，知影你无代志就好啊。阿人后摆哦，卡电话给你，你爱食无？若无，你无食，伊会卡给我，会害我困袂去，袂当困。好啦好啦，我会接电话啦。啊，你紧困啊，吼，拜拜。你笑啥？笑到你唔欢喜？怕你楼顶拢听到啊？我咧甲顺杰讲电话啊。你到尾叫伊替你创啥？无啦，是欣桐姐姐爱找顺杰。你嘛知影，欣桐姐姐起码就关心顺杰呢。应该是进前阿顺甲伊救过的关系啊。嗯嗯，我感觉欣桐姐姐进前就足关心顺杰咯，一直问顺杰啥物时阵爱倒去陪伊治疗。既然欣桐姐姐这么关心顺杰，顺杰是不是应该爱以身相许？以身相许不是这样的，啊，青菜啦！你无感觉因两个人真速配？是毋是有速配？我爱看阿顺甲欣桐的想法。甲伊问就知影啊！因两个人哦，一个无什么话，一个讲话超温柔的。我赞成欣桐姐姐甲顺杰做伙。阿顺要甲谁做伙？赶紧快点同意。当然啦、啊。是一定爱我同意啦，是一定爱经过我的认证才允许。认证跟同意不是同款意思。无法度啊，啊顺杰是我的干爹，甲顺杰结婚的人就是我的干妈，干妈若是对我无好，这我袂当接受呢。林家小妹，啊你的衫号是毋是搁伫烘干机还袂摕出来啊？啊搁有啊，我的衫已经洗好啊，你房间的衫是要洗还是不洗？爱洗啦，明仔再洗。建议看看嘞。哦，妈咪，我今仔今即马足无闲呢。啊，早是爱拼衫，拼了过洗衫，洗了过爱去林家边上班呢。啊，我暗时过爱坐伫遮泡茶等你转来啊。哪会这么无闲？林家小妹，辛苦啊，进去。好呀。喂，阿斌，资料我拢准备好啊，看幺哥什么时间方便，会当约伫准地行讨论。嗯。我哪会去怪着静音啊？
欢迎光临。啊，你哪来这？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袂过。这为你拢是苦天，我心我将心自我开始做阵行。欢迎光临。啊，你哪来这？林梦讲你的头壳还在疼，我来这给你关心。这个林梦一定是调工的。人若是在不爽快，就莫硬挡啊。我人就好好，无代志啊。坐啦，啊，徛咧袂较悬啦。你莫甲我骗。我人就好好，无代志啊。我嘛唔知哦，迄林梦有啥物要甲你讲，我无爽快，害你加走一撮，歹势啊。袂啦，你拢无接我的电话，我真烦恼会出啥物意外。即摆看到你无代志了，我以后会接电话啦。啊，你有要啉啥物饮料无？真是无咖啡啦，但有酒甲水，看你要倒一项。你搁啉酒哦？这是水啦，酒你看无？好，那安尼麻烦你给我一杯水。下来啦，一杯水。歹势啦，啊，无啥物通好交代的。莫安尼讲啦，我着只是想过来甲你关心一下。啊，你的受伤拢是因为我有责任嘛。迄小可代志啊，着莫放在心内啊。你受怕的时阵，我就惊会去影响到你的病情。以后还是莫甲别人受怕，受危险嘛。好啦，我会注意。啊，若是要处理代志，就尽量甲人用讲的。虽然我嘛唔知影用讲的敢有法度处理无，反正我就是希望你莫搁有危险嘛。我尽量啦。啊，恁酒吧拢开了足晚的，我听柠檬讲你拢足晚睏的，安尼对身体无好。啊，我的工课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毋是嘛值班拢到足晚的，安尼嘛无好。我无法度啊，我的工课就是咧照顾人。啊，我的工课哦嘛是咧照顾人，恁是咧照顾人的身体，我是咧照顾人的心情。听你安尼讲，感觉你对人生有真侪体会。那安尼咱两个人工课是毋是足像？多谢你来这搞关心啦，啊，今仔的代志哦，到这为止就好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你的责任啦，啊，我甲你救啦，这的代志哦，就拢到这为止就好啊。啊，今仔过哦，就拢放袂记啊。梅英姐，别人的代志，我拢记了足清楚。我敬你。一个手就好啊！洪哥啊，啊你家是伢，你唔吃，你先拜拜。无礼貌，才来拜拜。我咧拜成功啦。我是讲，我咧想成功的代志啦。阿伯，在。成功还没回来。阿伯啊，今仔找伊啊，知哦，佫要使什么怪招啦？在，你是毋烦恼成功去予伊诱过啊？
留下来了。金董本来就是陈公的爸爸，因是一家伙啊呢。老弟啊，哦，回来了，来来来。啊，金董的，是不是又叫你回去啊？阮爸要回去美国处理资金的代志啦。看起来这下这个代志哦，对影响真大。哦，会当去美国，阁真好啊！哎，我原本哦是要送去龙阿来呢。阿姐，无要紧啊，啊，阮爸确实有做真侪唔对的代志啊。恁对我话哦，我会当理解啦。你是你，伊是伊，阮分了足清楚。恁爸爸这个要出去外久，阁来阁有啥拍算？这我嘛无清楚呢，不过伊嘛是阁叫我好好考虑等于接公司的代志。哎呦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就接公司啊，然后解散掉，安尼问题唔就解决啦。你店店无人甲你当作是乞狗啦。我无想要接公司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过我有探听到嘉芬叫人咧高雄，我想要找伊。陈哥，恁爸要出国，你敢免甲送？哎，我才无爱去甲伊冤家咧。啊，这几摆哦，见着面哦，伊就一直讲我哦，伤过善良啊，做代志无够凶，安尼哦，我袂成功。做生意爱有魄力，也毋过嘛是爱凭良心。不过可惜阮爸，伊的想法都是甲咱大家无共。在金董什么时阵去见着？我应该去甲等。等等等等。等等等等等。来啦。老师，干部你们好的消息呢？无，唉，无消息，对咱来讲就是歹消息啦。我会继续去查。阿平啊，这几年来你对我辛苦皮，也替我处理袂少代志啦，吼，辛苦你。多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。我无伫咧这段时间啦。公司都交予你，啊，为你用你卷这个案哦，你就继续去，免烦恼资金的问题。是，请老师放心。老师，少年党敢真正无爱倒来甲伊斗相共？伊无来嘛好啊，我无伫台湾，伊若倒来换公司，你会真歹做代志。啊，爸，成功啊，老师。我先出去。哎，啊你哪会来？啊，啊你是不是考虑清楚啊？要回来接爸爸的公司啊？嗯。爸，我是来送你机场的啦。哦。对啦。好。哥仔，这是我专工哦，去王爷遐替你求的平安符，挂在身躯顶哦，会当保平安啦。我都无咧信心的啦，免啦。哎呀，爸，我老公这是哦，恁后生专工替你求的心意啦。我总嘛是哦，希望你会当健康平安。来，我替你挂起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这是我的后生替我求的啊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这是杜干的资料，恁先看一下，咱再来讨论，安尼较有效率。哦，看起来吼，爱研究的资料未少呢，唔是真好消化。嗯，不过工作你放心啦，我甲新阿吼会做一个好学生，啊，好好啊做功课啊。斌哥，靠你啊！来，空照图已经调出来啊，先看是唔是姜爱头前这块空地。啊，无唔对，这就是姜爱迄地啦。咱即卖会当先做个工课，除了委托人去讲，卖当趁即个地动的机会，甲遐旧厝做进阶。若是发现有啥物损害，会当顺续甲厝主讲，拄间个代志。哦，江总哦，你实在真厉害呢。哦，安尼哦，唔来当哦，甲所有的人拢讲着拄间个代志。
啊，咪当借这个机会哦，啊，替这厝边头尾哦，啊，检查一下因厝的安全问题。这点哦，我甲苹果要甲你好好学习。这无啥，做久就会晓。啊，咱即摆做这个工课哦，嘛是要有开销啦，算是咱初期的投资啦。大家要哪出，要出偌济？亚萍，你敢有啥想法？嗯，投资的部分，我阁要算看卖，统计了后才会甲恁报告。啊，不过另外，咱嘛爱开一间新的公司，算好即摆当地人调查，拄讲的计划，也是莫甲算好有关系较好。嗯，啊，讲实在啦，拄讲这块吼，我甲新啊吼，拢是外行的，完全无任何的经验呢。这唔免烦恼，到时阵找专业经理人到处理就行。哦，安尼哦，我就无啥问题啦。耀哥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。欣桐跟我男朋友，我是想讲，恁住同一栋公寓，你应该较清楚。应该是无啦，要不过我无多确定诶。秀敏啊，是伊个厝头家，应该较清楚。使干你一个，讲，嗯，不是我啦，是顺姐跟欣桐姐姐。啊，因两个，四姐跟天使小姐在谈恋爱哦。啊，袂啦，是我希望因两个当谈恋爱，即马当来计划。因两个要哪有可能啦？哪会无可能？昨暗欣桐姐姐敲电话要甲顺姐关心，啊，顺姐无接伊电话，欣桐姐姐佫敲来问冤呢。啊，我着做爱神丘比特啊，和欣桐姐姐去酒吧找顺姐。啊，欣桐敢真正有去酒吧？当然啦、啊，唔知影因两个，昨暗有啥物发展哦？我是感觉哦，顺姐对欣桐姐姐有意思啦，伊打扮拄着欣桐姐姐，拢会变甲小男生，我绝对无看唔对啦。啊。恁两个敢无感觉？饮酒数杯。阿姊，阿妹啊，阿你感觉嘞？四姐要约，我哪够有啥物意见？啊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哈？哎、欸，你想看卖？哎、欸，欣桐，欣桐原本是要做你女朋友的呢，啊，即摆有可能变做你阿姊。嗯，好好啊，讲话。哦。原来阿肥嘛，介意欣桐姐姐啊。风格以前嘛爱过天使小姐。哦，对对对。啊、哦，恁的关系有够乱的啊。无啦无啦哈，迄拢过去的代志啦哈。哎、欸，我是单恋尔，我家己开始，家己结束啊。啊，不过阿肥，伊还袂开始，就结束啊。我嘛唔知啊。好啦，放心啦，欣桐无可能介顺大迄种有兄弟气的查甫人啦。想讲诶，咱顺姐今日为着要救欣桐姐姐，搁受伤呢。欣桐姐姐一直超感动。嗯，我讲诶啊哈，欣桐是真正无可能介意有兄弟气诶人。啊，若无，伊早就甲我做伙啊。所以你莫遐乱哦。对啊，你莫后背共我上这堆啊。我唔管，为滴啊，我即马要替顺姐制造机会，恁两个啦，袂当阻挡。啊，是讲你哪会感觉伊两个会合？之前你甲阿顺啊受伤大病的时阵，伊对欣桐的反应无啥共款。伊两个若是会当做伙，我得甲阿顺就会愿意开导啊。无人客时阵袂当饮酒，知无？好啦好啦，你家讲的哦。我讲的出嘴哦，我着做会到啦。阿顺啊，甲欣桐是不是有机会当做伙？阿顺甲欣桐是啥有想着要甲伊两个人开做伙？拄只你冇听到欣桐，伊足关心阿顺啊！我出来做伙来，当然嘛出来做伙离开啊！伊是我的朋友，你要送伊转去，你敢知因家住喺倒位？
交朋友哦，迄关系袂当遮尔复杂。若是好公司发现，我是无可能报你的哦。好，我会注意。过后今日是无？啊，你迄今日无，根本就是欺负新人嘛。下班时间，爱你去陪客户应酬饮酒。我真无简单哦，才开始很新，我一定哦爱坚持的。恁两个要做伙一世人，啊，不过这毋那是恁两个的代志，内管因兜大细汉拢爱你负责，这责任足重要的呢。啊，人讲社会人份啊，我爱阿关，就爱伊的亲人。简单来讲哦，就是火烧高粱全无放。啊，新郎刚刚讲啥？伊讲伊看到兄弟人哦，甚至会感觉惊惊。这会当叫阿顺改？这有法度改哦？要干嘛是讲改就改啊，干不是？的风吹你心肝像针尾，想起两人的甜蜜，伤心雨落的暗暝，有你的气味，心想的全拢是你。心的空嘴，缘分倒会过，无情来创治。怪心冷像冬天，心内想的念的拢是你。过去咱的爱，只有藏在心上边。心冷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倒袂过，无情来创治。我的心冷像冬天。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不怕路。